假日要来接遗体，然后半夜要接电话，我们电话是24小时的。那个害怕的感觉一开始都还是会在，我就当作是一个服务的过程。捐赠对家属来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哎，缝合入殓，他们最 care 的就是这个部分，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个责任要做到手好。那圆满大体老师的心愿，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要照顾家属的情绪，因为不是只有大体老师圆满，家属也要圆满。好，那我们送到这边，好，来这边请。